南京地铁今天上午举行开通7周年庆典。七年来，南京地�铁1、2号线共安全运送乘客12亿人次，在不计折旧和不还本付息的情况下，年年实现收支平衡，略有盈余。今后4年，南京还将新增8条地铁线路，形成2015年10条线路交叉贯通的完整地铁网络。